头发颜色变变变的金曲歌王萧敬腾，最近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头发的颜色总是不一样。这回出席与华纳的续约记者会，一改先前的红发及绿发，以蓝发的全新造型登场。他笑说，这是为了呼应华纳音乐的 logo 颜色，显示自己再度与华纳签约的决心。一现身就立刻获得全场粉丝尖叫，金曲歌王萧敬腾以一套帅气利落的黑西装出席与老东家华纳音乐的续约记者会。为了呼应华纳音乐的 logo， 老萧更特地应景的将头发染成蓝色。3、2、1，我们预备，萧敬腾和华纳音乐的喜帖，也就是一份誓言。这也是萧敬腾第3度与华纳签约，为了展现诚意，华纳更是寄出了破亿台币的天价签约金，甚至连萧敬腾最爱吃的海鲜拉面摊也都搬到现场。不过其实促成老萧再度与华纳签约的关键并不是高价的签约金，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念旧的人。我觉得还是就是念旧吧，念旧它就是你习惯了整个生活的步调跟方式。那我跟华纳之间的合作9年以来，我们很习惯彼此的需求跟合作上面的默契，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所以在这方面的我个人可能是这一方面的考量。对于未来与华纳合作的期许，萧敬腾则认为双方都是一起成长学习的个体，唯有互相尊重信任，才能创造更好的作品回馈广大的歌迷。 UDN TV 综合报道。